干什么呢，臭小子？哥，这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想上去？记得来续好啊！知道了。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两个之前认识的吧？喂，我哥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还是多考虑一下。废话，啥呀？饿死了，吃饭了。哥，听说昨天会有水果来了，我吃饱了，我送你去学校。怎么样了？他有说你能做什么？我之前在画社听到点事情。什么呀？夏老师，我喜欢你，小朋友别闹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不管退学的不好，哥，好比是你应对方式。在学校出现了，请教的算我多管闲事。不是我这种喜欢的人，是我觉得要怎么办？要不这样，这样能行吗？是不是哥？上菜了。今天早上看书，听实话。有我的情况。妈，你信我？啥呀？这也太拼了吧！你说靠在我的肩膀，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又像是梦境。咱们这样做不太好吧？哇，要不要走个光光当？他们走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客官，我估计你也没怎么吃吧。以后我也会给你做好事。给我机会，小朋友，何必呢？我觉得我老人家，在我心里也是我的小六。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？再玩一次好吗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加我的微信啊？初中的时候。那要不你也跟我做吗？秀气重了才是秀老师。你竟然把自己告诉我，够胆子还不行。